哟，跟住系波子豆波子机，我系波子。OK， 入文你场试下先，揾个低拼嘅纯情女大啦，同女女一齐建立我嘅快餐店。喂，做咩走咗噶？佢踢走咗我哋系咩啊？又话好纯情嘅，喂，阿树啊，入树上的太阳，我要上树。哦，呢个系店主啊，唔系树上的太阳，呢个系经理啊，太阳，太阳啊，太阳，我要做啲咩啊？太阳，一个伤残汉堡啊，要走肉啊，唔该啊。喂，做乜踢咗我啊？喂，喂，喂，成日俾人踢嘅、啊、喂，不过个好憎我咩吓 ？Hello， 有人吗 ？Hello， 佢有麦啊，佢有麦啊，佢有麦啊。How you doing, bro？ 佢唔讲嘢喎，佢，睇嚟佢都唔识做噶啦，交俾我啦。啊，有个帮你手啊，先睇一个汉堡牛肉。汉堡包包装纸，喂，做咩啊？又踢走我？喂，唔使咁啊嘛，大佬，你玩游戏啫，哈哈，踢人出去咁好玩嘅咩 ？Hello， 不知道啊，不知道老板安排你做什么？谁是老板？谁是老板？啊，终于有麦啊，有麦啦！我可以帮忙做什么？我可以弄汉堡。最后一个人啦，不要烤肉了，肉饼多了，扔丢了，烤的肉盘只能丢了。一个。双汉堡5号 double burger 5 table， 哇，个身轻如燕，跳下跳下咁样，服务员真系快到阿妈都唔认得，呢啲咪叫效率咯？你睇下，我完全系斋做收眼嘅啫嘛，冇嘢好做啊！个个整啲汉堡包快到，喂，又踢走我，使唔使咁啊，大佬？不过我似一个冇用嘅垃圾咩？我似一个冗员咩？点解下都踢走我嘅？最正系只 game 咧，推出游戏叫辞职。做啊！我想辞职啊！诶，有人叫主人啊？喂，主人 ，Hello， 听你的吩咐，主人。你麦好卡，听不清你在说什么。嗱，而家有个叫加油嘅员工疯狂喺度煎紧肉啊！叫我咪应该要帮手包下纸咧，包下嘢咧，包食啦！Oh yeah！ 我就终于服务到个客人系满意噶啦，所以得今次我都系唔好开闭，做一个安静嘅员工好紧要。一个不知方名堂堂喺度疯狂包个汉堡包，但我已经闩咗门啦。新整个汉堡佢都摆到去冷库啊，唔知道会唔会拆新掉？哦 ，OK， 佢会试下嘅。阴公，我哋收工先要慢慢自己执嘢。而家，喂，我哋可以装奶嘅、哦。我个人喎，仲可以打奶添，可以整咖啡喎，喂，只 game OT 费贵，我哋要搭车走，一齐搭车走。喂，阴公，我用同一架车嚟要，我有换架都要靠紧车子。我哋四条友共用一架车。诶，过来啊，下班啊。OK， 哇，13个满意嘅客啊，哇，利润系-72。即系摆到明，佢哋都系蚀多个赚。翻工咯，上班咯。有啲咩可以做咧？佢话 damn 肉冇了啊！佢话啲整晒啲熟肉冇晒啊 ！damn， 即系话咧熟咗嘅肉咧系只能够抌咗佢，生嘅肉先至可以冷藏。哇！要执个呢个汉堡包加茄汁，一个汉堡包加三个茄汁。哇，买咁多，开业太早了。入工啊，啲客即刻劲多客排晒队，但系我哋未煮好喎、啊。入工，煮定先，我哋未煮好啊，大佬。喺尾数啊。Hello。5号普通汉堡。喺度。OK， 哇，仲多个客啦！你今次呢间餐厅啲人唔系好靠谱啊，要靠我自己嚟啊呢个。喂，睇唔到 number 啊喂，14号。喺边啊？14号喺边啊？喂，唔好走啊！哎呀，走啊！喂，喺你前边啊，我冇包你走得毛咩？咁快走做咩啊？我睇唔到张单啊，乜咪啊？普通汉堡加番茄酱。喂，唔好塞住啊，大佬！喂，唔好企喺中间塞住啊！喂，
加油啦依啦啊加油。我哋呢个系不知科明堂堂咧，以为嗰啲包摆喺度，啲客就会自己过嚟攞。其实唔系嘅，你要摆个盘度送上去，啲客人先至会食噶。哎呀，个店主系傻傻地，睇下个店主唔识玩。哎阴公，我想走嚟噶，反而系佢将啲包整好晒，摆晒个盘度，但系嗰啲客人，但系嗰啲客人，佢做咩啊？佢整个加油，做乜抌晒嗰啲包？如何自己倒米？喂，佢哋由500蚊整到得翻130蚊，阴公，佢抌晒啲嘢，佢一加油，佢抌晒啲嘢。你改错名哦，你唔系帮佢加油哦，你系帮佢倒米，你系帮佢减油啊，漏油啊，老细。呢边又做乜嘢啊？做乜砌到成地都系包啊？你 what the hell 啊？关门，不如走啦，俾我，我走啦，我走，我自己走，今次我自己走，对不起，我辞职啦。诶，识讲广东话喎、啊，哎，太好啦，终于有个靠谱嘅员工啦。冇，佢抌晒你嘅肉咗，嗰个人。吓？边个啊？试下，诶，系佢，你佢。佢抌晒你嘅嗰个包装纸啊？系咩？边个啊？捣乱啊？啊！踢咗佢出嚟，锁喺入边啦，真系。同我朋友仔搞嘅时候，佢夜晚订咗，然之后嗰啲菜全部唔见晒。我见你系朝早嚟订啊，我哋蚀晒，我哋卖晒嘢，剩翻50几扣，蚀钱啊，咪赚多个500蚊当我赢啊！迟收工 OT 冇钱嘅，冇人工啊！哎呀，一开波利润都系减183。哎，有个新玩家嚟啦，睇佢哋应该系正正常常嘅。嗱，唔俾佢抌嘢，唔俾佢结束一日，唔俾用电脑，应该就唔可以搞搞震去整翻我啲嘢嘅。哇，啲肉，我啲肉窿晒啊喂！煮稀啦，不要啦，煮稀啦，不要啦，那些肉。哇，窿到妈都唔认得，喂，点食啊呢啲肉喂？喂，佢熟到200%，喂，搞唔掂啊，大佬！喂，得唔得噶？食唔食得噶？喂，黐线，200%超窿肉喎，得唔得？哎呀，芝芝啊，人气减百啊，喂，搞唔掂啊，喂，咁样唔掂啊，喂，啲肉窿晒喎，点煮啊？喂，搞唔掂啊，窿晒。做咩煎埋汉堡嘅？做咩煎埋汉堡皮嘅？哎呀，睇嚟我要抌晒啲嘢佢先得。喂，做乜嘢啊？呢个，喂，呢个做乜嘢啊？呢个，个我必陀你做乜春啊？你啊，死开啦！真系踢走你啦！你攞嚿肉嚟，哇，攞嚿肉嚟就咁包落去，嘥咗我嚿肉喎，咩料啊？条友，我真系踢爆你啊，大佬！喂，呢个 MU 汤又系乱咁嚟喎，大佬又要踢走你啊，大佬，唔好咁啦，你哋。喂，真系我真明白点解啲换鸠系咁踢人走啊！真系，你睇搞咩啊条友？你搞咩嘢啊？窿鬼晒，食条毛咩？我而家我搞唔掂。哎呀，我要掉晒收肉啦！好嘥料啊，大佬，嘥晒啦！啊，准备破产咯，我哋要。哇！啲包嘅底部窿埋嘅咩料啊？我睇下啲咩啊？点解好人好者会走嚟煎窿我个包？咪傻噶？系咪傻噶？点解会将个包皮攞去煎窿噶？呢个咩？我啲职员系癫咗！唉，要再买个，又买啦，得翻137蚊啊！冇钱啊，开始冇钱啊！喂，等紧太耐冇人气添，阴公。喂，我都唔想噶，鬼叫我啲喂，我鬼叫我啲伙计全部癫嘅咩？哇，呢刻真系玩到我想死啊！明天再做吧，啲客都走晒啦，摆翻啲入去冰箱先啦。玩完咯，玩完咯 ，damn， 啲包俾人拆散晒，正低能啊！哎呀，我啲包皮啊，我啲包皮都冇啦，蚀晒。唉，
只系多咗两个老鼠屎，我个麦波炉即刻搞坏咗。OK， 今次认真啊，得你两个。嗱，而家变咗我做主，佢就负责上包。嗱，每次转四个，能够窿嘅程度应该大大减少啦。而家，唉，终于有个识 do 噶啦，识呢啦，三呢啦，识呢就系咁简单。最紧要咩？搵个识 do 嘅 partner。最紧要咩？搵个识 do 嘅 partner。即系问下先，真系要建功噶，唔系讲笑。好啦，我哋有识呢啦。哇，而家多咗梳打水杯喎。有钱啊，有钱啊，最紧要袋钱。看来这位观众应该我特登将个盘打完败，他一定会把盘打动。是这位观众应该是有很执着的执念，是不是？下班咯，收工咯。 I am Burger King。 钱财如粪土，猪骨头又洗净130元，好嘢。虽然大家以为快餐这家嘢，以为真的很快，是不是？但是准备呢是需要好长嘅时间啫，我哋未可以开铺住。喂，多咗奇怪人士喎，唔敢乱嚟住喎。喂，我嚟睇下新仔可唔可以识得煮肉先。如果煮肉失败，我踢走佢，我踢爆佢，踢佢翻乡下，唔使做啊你。我而家睇新仔啊，我识喎，识喎，识喎 ，OK 喎 ，OK 喎 ，OK 喎。交俾你啊 ，Chef， 你啊煮肉啦，开门啦，开门啦 ，We open。第一个客人嚟啦，第一个客人嚟啦。Hello， 小姐想食咩？我呢边都可以睇。佢要双汉堡加个汽水，我打水。哇，犀利喎 ！Hello， 饱满到99%哦，仲有冰添，温度喂，有分温度添，温度唔可以太高，唔可以太低噶，犀利啊！哇，而家开始 feel 到做经理就可以咁嘅，可以摁摁脚，因为睇住啲下属啊煮肉煮得好唔好。有冇出错？所以其实自己唔使做，斋睇睇啊 ，OK， 睇啊，唔错啊，啊，阿 Peter 观众咧就帮我上餐。呢位咧佢系 Burger King 啊，咪阿 Burger King 啊，帮我摆嘢饮，唔错。跟住我咧负责睇定啲入货，必要时入货。哇，开始冇钱啦，得翻67元啦，而家好拮据啊，好拮据啊。今日希望生意会多翻啲啊。我去入啲茄汁啊。好快手，好快手啊！我哋个编导好快手啊，佢系专业嘅，专业嘅。我呢边转转下，突然间走咗去，因为好惊啊，大佬。哎呀，窿咗啦，都话你 handle 唔到噶啦。诸葛龙嗰啲啊，执走佢啦。呢个诸葛龙都唔系啊 ，OK 嘅，起码我而家赚翻200元先啦，去翻200元水准。如果计埋人工，应该就。计埋人工应该就冇啦，最后都系得翻自己一个玩。冇错，我发现呢个 game 只有自己一个经营呢个汉堡包餐厅嘅时候，先至唔会蚀钱。好啦，手忙脚乱都咁耐，暂时今集玩完咁多先啊。呢个 fast food 嘅 simulator， 我觉得系好玩个超市模拟器嘅，即系唔会净系好单调斋卖嘢收钱。如果未订阅，大家记得揿个订阅掣，希望可以快啲达成100万订阅，到时找数跳分转针。我系波子，我哋下集再见，拜拜。